都要。干性，我喜欢宅宅宅，穿出自己的个性，拥有自己时髦的态度。会买一些当下潮流的服饰，当然也会买 H&M。时髦百搭个性，很开心能够为此次 H&M 男装代言，和 H&M 合作呢也是相当的愉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觉得我身上的这件 T 恤，简简单单黑色的 T 恤，带一点小印花，很干净，也不是潮流。祝 H&M 天猫官方旗舰店1周年生日快乐！